我们请到前面来好不好？我知道今天呢是偶像和粉丝第一次见面。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的，因为我要介绍一下这位超级粉丝啊，他就是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冠军获得者李大靖，有请。来吧，我们见证你们的拥抱。我怎么觉得我在主持相亲节目呢？追了好多剧，最近追了姜顺，追了好多剧，哎，脸红了。有啥红的呀？这个是很那什么的话题啊，女神嘛，不是说女神嘛？对啊，女神嘛。当时我在那个比赛的时候，我在国外拍广告，所以我是看了转播。知道他喜欢我也是从网上看到评论才知道的。我觉得我特别为他骄傲，他是我们中国的一骄傲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，越来越好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